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Warlock 系列基础教程。本次课呢，我们将要学习闹值的判断。闹值是什么东西呢？闹值是指一些为空的值，比方说哪些为空哈？MGR 这个列，除开7839哈，7839这一行记录，它的 MGR 是空的 ，MGR 是领导的意思哈，它没有上级领导，说明它就是最大的领导。那这个哈就是闹值，闹值的话呢，在 Oracle 中用关键字 NULL， 你看它变色了哈 ，NULL now 来代表空值。空值请大家特别记住，它并不等价于空字符串，也不等价于空格。闹就是闹哈，就是空的意思，没有任何东西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我说哈，我要查询 MGR 为空的这些记录，我们怎么写呢？ CNAG 的星 from EMP where MGR 为空，用的是等价于闹吗？这句话是否成立呢？哎，我们执行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没有查询到任何记录，但实际上 M 加为空的至少怎么地都应该有一条记录吧。请大家特别注意，这就是本次课的重点。关于闹值的判断，我们绝对不是用等价于来判定的，而必须使用 is now 或者是 is not now 来判定空值。好，现在我把等价于 now 改成了 is now 看看，哎，果然出现了 king 这条记录。那如果它是我要查询的是非空呢，领导非空呢，就在 is 后面加上一个 not， 记住一定要空格 not 空格 now 哈 ，is not now， 哎，这出来的就是 MGR 不为空的剩下的13条记录。好，这个就是闹值的判断。我们判断闹值用的是什么呢 ？is now 或者是 is not now， 例子就在这底下哈。Where MGR is now 或者是 is not now， 好，满足这个条件的记录都会显示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闹值的判断。我们本次课的内容呢，就到此结束，下次课再见。